啊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这么早？你啊，这么早啊？整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我除了串羊羹，我做了个。那就好。喝牛奶吗？做了是吗？怎么会有人睡姿这么丑？嘘，你轻点，万一被他听见了。他有嗜睡的毛病，雷打不动那种。真的假的？进去试试。你怎么不试试？哎，来来来，流口水了，往前大鸡腿了吧？哼，你看他睡姿也太麻头了。哎，你别说了，他好像听得见。哎，不可能，我就算在他耳边大喊，他都不会醒。我试给你看啊。鸡，啊！滚开！我不干。My name is Leslie Wei. I'm an actress and a singer. Don't take me a beauty. I will take myself a brave. My name is Leslie Wei. 行了行了，别念了。你现在就算念紧箍咒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My name is Leslie. I am. 没来是牛皮糖转世吗？连我的拳头都硬了，老苏怎么还不动手 ？I will take myself. 哎呦，行了，那个 G 是不发音的 ，T R 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能分开。苏老师，那你给我讲讲正确的发音呗。My name is Leslie. I'm a. 魏女士，不是你帮助过我的学生，我就一定要做你的老师。那帮朋友的忙总行吧？我们不是朋友，那我们可以变成朋友呀。你好，我叫未来，白羊座 AB 型，向东南的前同事兼好闺蜜。WWW 你听过吗？就是我唱的。我觉得我们对朋友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，不过这不重要，因为现在我不想收学生，也不想交朋友。那他呢？为什么又拉我下水？同事。同事。鸽子同学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们好。鸽子同学，老师送你一些东西。送我？老师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数学的。从下周开始，全市将对高中的特色班级进行学科考核，考核会以公开课的方式进行。这次我们学校的音乐特色班，咱们的高一八班也在考核名单里面，所以今天把两位班主任叫来，希望你们好好准备一下，重视起来。夏老师，没有，我抽筋了。怎么了，苏琪老师？苏老师没事儿，不就是公开课吗？小事一桩，我们一定会顺利完成的。这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走了。主任，夏老师他喜欢抢话。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，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只是因为我们都是八班的老师，又住在一起，所以呢，解释。去了。
哎，师傅，谁找我？杜老师，那儿呢？戴帽子那个。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不去。哎，现在是午休时间，就一个小时。我不去。苏老师，你确定不想发泄一下吗？Singing way up high, no way you can den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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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day we only have one rule. Let's say everybody have a good time. Everybody have a good time. Let's say everybody have a good time. It is not only the hare, the tortoise arrives also at the destination. 只要有恒心，乌龟也能到达终点，不是只有野兔才能做到。嗯，那个苏老师，你能不能再来一遍？慢一点，教教我怎么念的呀？这个，算了，午休时间到了，我先走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派人送你啊！去你们！
鸽子同学，一开始总是困难的，但是你对数学有兴趣之后，你就会喜欢。我不要背公式，不要学数学，陈老师，你放过我吧。你会的，当你发现数学可以解决90%以上的问题，你就会喜欢数学的，你就会感兴趣。问题可以留给科学家，我不要去解决。让鸽子背数学公式，还不如让他学跳舞啊。这样挺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我应该在哪儿？那儿。行，我负责把鸽子从63老师手里救出来。你们谁负责音乐公开课？算了，你去。怎么样，这段旋律？不错。你是不是看不起一小节啊？积少成多，16个小节就是一首歌，160个小节我就能出张专辑了。积少成多，我赞同。那你干嘛板着个脸啊？有心事儿啊？嗯。我和老苏是清白的，试过了，应该没有心动。你说过了。可是我每一次见到他，只要靠近一点，就会产生。公开课你准备了吗？什么公开课？啊，你消息倒挺灵通的。主任告诉你的啊，向老师，你打算怎么设计你这节公开课？设计不知道啊，平常该怎么上怎么上吧。我打算利用这次公开课的机会，给你做一次形象营销，乘胜追击。乘哪门子胜啊？向东南和12只流浪猫。哎，还是你有远见啊！这只猫果然红了。那当然。我是谁啊？只要我看上的东西，只有赠金，没有贬值。还不是因为我们家鸽子画的好。谢谢费斯。怎么刷了几百篇报道，说的都是向东南啊？难道我们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吗？你又不是明星。就是，假如没有向东南的话呢，这些流浪猫就只是流浪猫。但只要跟向东南挂钩，这些流浪猫就会变成网红猫，价值翻了好几番。这就是 IP 孵化的核心要素，明星效应。什么明星效应？学校里的那些猫跟他有关系吗？他可能自己连见都没见过吧。他故意放出那些稿件，就是在利用你们洗白他自己而已。同桌，向老师不是这种人，无凭无据的，你别乱说。直接受益人就是他，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。你们只是他用来塑造爱动物形象的棋子，包括陈瑶。不是这样的。他，我，鸽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等等我。鸽子这一次好像真的生气了。不会的。有的话还是不要当面讲比较好，毕竟鸽子大小是个粉丝。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向东南回学校做老师的别有用心。鸽子就不应该对他有这么大的希望，不值得。这事儿不是我做的，是八班的孩子们做的。舆论我们又没办法控制。林生生，这事儿都是你计划的吧？你怎么能……打住，别想太多。我只是预设了一个结果。我的本意是利用你帮助陈瑶完成心愿，救助流浪猫。师大附中。和向东南在大众的印象里本来就是挂钩的，他们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，其他人又都是不可控因素。我什么都没做，纯粹意外之喜。那主任，一切都在计划内，每一步都不出差池。林深还算是个聪明人。我有一个办法，
应该可以集结更多人的力量。难道这是师大附中十二只流浪猫的档案？麻烦你交给陈瑶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是深圳的铲屎官，他需要你的意见。主任，您知道故宫有很多的浴猫吧？我们学校一共有十一只流浪猫。师大附中一共是十二只流浪猫。我替星星谢谢你，那只小猫现在住在我家，有空的话你可以来看看它。对不起啊，忘了你戴着耳机，听不见我说话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师大附中总共有十二只流浪猫。我看你好像还挺喜欢它的，要不我们一起给它一个家？这家伙，不会一开始也在给我下套吧？要不继续沿用上次歌曲的教学方式？学生反响是不错，但是用在公开课上是不是有点不太正经呀？怎么办？又要让学生感兴趣，又不能失了个人风格，还不能违背了传统教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苏老师，吓我一跳，你刚下班啊？好敬业呀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片场回来，来找你吃夜宵啊。别吃夜宵了，你回家睡觉吧。苏老师，啊，你知道你们班红了吗？啊？嗯，走，上去。未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班同学又惹什么事了？没有了，苏老师，你淡定一点。放心，这次啊，是因为好事红的，你自己快看看。没想到向东南还会对猫伸出援助之手，人不可貌相。向东南，这都是大爱，都是一人的。羡慕这种有爱的班级，感觉世界变得更加温暖。同学们，居然还跟我是校友。师范附中真是不一般，第一次见到还管猫的学生。真搞不懂现在高中生的脑回路，把不务正业的事情都变得这么有趣。苏老师，我给你个建议。什么？你可以把这十二只猫咪的资料翻译成英文版，没准能红到海外去呢。红到海外去倒是没这个必要，不过可以借这个机会教学生英语作文。对呀，也能让国外友人们都看看。聪明。哎，嗯，你这就不管我了？没有啊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女生之间的友情也太久了。可以来的这么突然，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可以。你干嘛偷听我说话？那你干嘛偷听苏老师他们讲话？我哪有偷听他们说话？我是在关心他们。未来脾气这么暴躁，一言不合他们打起来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苏老师对未来和对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吃什么醋？我吃他们俩的醋啊？有毛病吧你！果然网上说的没错，爱情和友情都一样，会变心，会吃醋，会容不下第三者。还好，我不会有这样的困扰，三个人是最完美的。这些八卦新闻，永远比音乐本身还要吸引人。是不是我们太悲哀了？沐晨，要不然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再录。没事姐，我们再等等吧，可能现场耽误了。我想未来可能是记错录音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今天都几号了？姐，是不是快到未来的生日了？
你哪位啊？我是高一八班苏茜老师的朋友。据我所知，苏茜没有你这样的朋友。你又是什么人？随便评论别人很没礼貌，知道吗？你擅自从后门闯进学校，没有登记，破坏学校的纪律，更没有礼貌。你不要这样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穿没朋友。是神经搞我上课时间不准的学生教授。老苏，为什么你的英语课就可以？向老师，你说这世界上为什么有人数学只能考48分的？人呢？谁啊？苏老师吗？啊。苏老师出去了。午休时间不好好在办公室，去哪儿了？食堂吗？嗯，他去咖啡厅了。什么？蔚蓝，你今天没通告啊？嗯，我刚和苏老师去吃了午饭，送他回来呀。啊，这么巧，我也回办公室。这样，那个你跟我走吧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你干嘛？不怕他说话呢，没礼貌。马上就要上课了，午休时间要过了。连苏老师都没有意见，你在这碰哪说？你不要影响人家工作啊！你一个女明星，天天跑到学校里面，成何体统啊？你干什么呀你？再说了，你们中午去咖啡厅，我也可以去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主任好，自为之吧你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苏琪老师的朋友，蔚蓝。神神秘秘的又去哪儿了？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
这样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了解点其他东西。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我怎么这么紧张？牛奶给你。我不喝牛奶。你喝这么浓的茶，晚上不想睡觉了？不就是个公开课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喝个牛奶早点睡觉。你别紧张，我说你行，你明天一定行的啊。等一下。干嘛？谢谢的话就不用了，明天请我吃饭吧。你这是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嘛。就鼓励你一下，就这样啊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些事情不能太随便，要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未来负责任。谢谢你的鼓励，还有你的牛奶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下课。请客吃饭你就跑这么快，要是没有我牛奶加持，你能这么成功吗？啊！齐哥，你真是太棒了！走，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下。嗯。跟我庆祝的，现在竟然跟麦哥跑了，也不带我。老苏今天的公开课是结束了，我的公开课明天就要来了。公开课什么公开课呀？明明没多大点事儿，被刘先生这么一说，反倒成为事儿了。让我好好准备，好好准备，怎么准备啊？难道学老苏一样，请外援吗？我可以请牧尘来吧。不行，这么小的事儿找他来干嘛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上课？怎么上啊？救命啊！平时怎么上，明天就怎么上。你干嘛？鼓励你啊。我不需要。我上过几万人的演唱会，就一个公开课，能难得到我？反正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向老师加油。书包怎么这么重啊？都是音乐课上要用的道具啊。哦，没事的，同桌，你放手吧，我自己能行。音乐课还需要道具？像老师说的，说需要用道具，只要不是乐器，随便什么都行。同桌，你是不是忘带了？没事儿，要是夏老师点到你，你就用我的，我带了很多餐具。还有我在铁门的钥匙串，你看。
哎，慢点儿，你带。鸽子。哎，飞机。你带了什么？我先走了。零食。妹妹，你知道？向老师不是说要带那个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吗？零食行吗？这不就是声音吗？真的。早啊早啊。我怎么没想到？早，早，早。哟，鸽子，你不生气了？啊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们昨天不是吵架了吗？什么时候？哎，你们带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我带的计算器。看我带的机械键盘，这声音动听吧？哎，你怎么没带东西？没准备。学霸就是学霸，就是有创意，行走的乐器嘛，对吧？鸽子。嗨，柯宇。今天音乐公开课你要好好表现呀。嗯，谢谢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来，我帮你拿一下。这边请。我们玩点有意思的。苏老师，你不去听音乐公开课吗？没什么好听的。那你不担心吗？为什么要担心啊？你看起来好像很担心。就是敲水杯嘛，我也会。哇！哎，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？这太神奇了！天哪！为什么我们发不出来？会吗？我们第一次来这个教室的时候，秦涵同学就用小提琴为我们演奏了巴赫的这首曲子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这是我在意大利街头遇到的一位街头艺人，他教我的。虽然只有八小节，但是对我来说受益良多。我希望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。哎，向老师，这个是怎么弄的？要不教教我们呗？对啊，教教我们呗。对啊。没问题。正好苏老师，你帮我看着。不是说不担心吗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这种演奏方式的科学原理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。同桌，快回答！这是公开课。柯宇，声音的高低是由声音的频率决定的，也就是振动的快慢。揉搓杯身会使杯中液体产生振动，从而发出声响。那我想再问一下，为什么会发出不同的旋律呢？玻璃杯的边缘、杯身联动液体中的空气产生振动，从而发出声音。而玻璃杯的大小应该对应的就是单音的高低。不过，想要把握好音准，向老师应该练习了很久吧。P 是混音方程上的一点。
由于概率和统计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相关，预计在以后的高考试题中，除以传统的选择题、填空题会出现之外，解答题也会出现。在实际应用于概率等问题，主要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、分析能力和对基地知识的运用能力。搞懂这三个例题，就掌握了集合的全部概念，非常简单。非常简单。哪里简单了？一节课上两节课内容。把古典的概型和如何概型制作作为复习的重点，应注意培养自身利用概率知识与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。由于概率统计知识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，预计在以后的高考试题中将越来越受重视，除以传统的选择题。接下来请翻到第二节函数及其表示，给大家三分钟时间看概念。然后做一下这三个例题，非常简单，应该都能做出来。应该都能做出来。这怎么就能做出来了？哪里简单了？第二学期的数学好难，怎么什么都没听懂呢？